非常感谢今天各位的莅临，那今天的议程都非常的精彩。也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哈，就是新恒科技，好，然后应用热流科技，然后智愈科技，还有丹翁科技。很多的面，包括在工业上，那就都是在一般来说是有历史数据的公司。所以我们2017年的时候，我们进入了海克斯康集团，成了海克斯康大家庭的一员。海克斯康现在在整体的解决方案里面，其实越来越多样化，分析也不只是单一领域、单一学科的一个研究，它现在开始都朝向多领域、多学科，甚至是所谓的跨领域整合的一个应用。我相信大家其实不管在生活的周遭，或者是在你接触的各个事物上面，其实 AI 已经慢慢的在渗透到各位的身边，不管各位的搜寻引擎，相关的一些广告推播，甚至一些可能在一些监视系统，甚至是一些人脸辨识，这些其实都是 AI 产业下面的一些衍生出来的一些应用。那不止在各位的生活里面，其实包括在一些工业界或者是产业界里面，其实也越来越多这种 AI 的相关应用出现。